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吉。然后呢，现在打算去骑一下车。早上起来感觉有点肿，感觉。然后呢，等会就去转一转附近，先去逛个菜市场，然后去一个公园。然后呢，现在就是已经出来了。OK。现在在这个路边的一个便利店里面买着吃的，然后买了瓶水，然后发现就是我没拿那个，没有装那个水壶架，不知道等会怎么办。算了，先把面包吃了再说。然后就是把那面包呢，然后就去一个公园，这是一个骑行公园。很棒，今天终于可以出来遛个弯了。对，然后我那个头本来是想装头盔上的，但是感觉头发太长了，有点挡眼睛，所以我就没有。耶，有柯基。准备去问一下可不可以摸一摸。阿姨，阿姨，你家狗吗？对对对，可以摸一下吗？可以。哇，好可爱。我家有一只柯基，阿姨。对，是母的，3岁。再摸一摸。他怎么这么温顺呢？我家狗很很皮。男孩女孩？女的。女孩现在比男孩好皮的，好乖呀。 啊没有，上高中。高二。那我就走了。拜拜拜拜拜拜。见证看跟困寻离对定一切生歌当歌起事现在这边好像是修路，刚才走错了一个路口，然后现在就是走过去吧，没办法，那个路新修的走不了。然后呢就是最后要跟他讲一个事情，对，最后再给你们讲，大家可以先猜一下是什么。就抬着走的，我骑了，走不住了，太累了，好热。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。前方即将到达目的地，准备抬过去，而且这个摄像机也快没电了。对，哇哇，很开心。然后呢，还有2%的电，我看能撑多久。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还1%的电了，好不好？